兄弟们，我们看一下某多华为的 Poking 折叠手机，咱们看一下是然后是什么价格。这个就是一个定制版的艺术版的12加512G 的啊，他们某多卖的是5399。咱们今天也拿来一台，也是同样的 Poking， 这个是定制版的。我们看一下那关于本机内存里面，咱们也看一下那个12加512G 的，也是 Poking， 这个叫啥呢？艺术版来的啊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市场在市场拿货，同样的一个橙色，也是一个亮机的橙色啊。他们卖的那种也是亮机的橙色，这个我们在市场拿货是4200一个拿货的。啊，真香！你看，某多那里直接卖了，5399，足足赚了差不多1000米啊。我靠，牛逼！咱们虽然手机拿货是4200，可是给粉丝们发货，我们都要300块钱的代采。所以说到你们手的是4500就可以入手了。仔细看某宝，你们看一下某宝的价格，足足贵了有1000多米哦。如果你们想了解什么型号手机，或者说想要了解更多华强北，可以关注三哥。咱们这个视频到这里，下期见。关注三哥，保证不翻车难呢。